Bye. Bye. Happy Friday. Friday. I want one hot black coffee and also butter toast. Okay, white toast or whole wheat? White toast.今天呢，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这几个月以来其实蛮常收到私讯，是问我说如何调节在纽约一个人啊这种寂寞的心情，是何是调试的。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有人问我说，我好像在这边很充实快乐，那又是如何去调试关于负面情绪，或者是有负面情绪这回事吗？那刚好今天我想要一个人在纽约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说带大家度过我一个人在纽约的一整天，然后同时间我想来跟大家聊聊这些可能大家很常会提出的疑问，以及分享是不是真的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这样子。 OK, thank you. 因为现在天气其实就是蛮凉的，但是不会到真的很冷，所以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大早来一杯热美食。然后我很喜欢这家小店，整个早餐的价格算起来又很便宜。主食的部分我喜欢简单一点，所以我都点他们家的这个奶油吐司。好，那你认真开车啦，你不要讲电话，你把手机放旁边。认真开车啦。对啊，那就跟平常一样啊。不过我来纽约之后发现这边的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忙，就是每个人他一天之中都有非常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包括我，然后他可能也会有其他跟你一样重要的朋友需要去维持关系，有他想要去参加的活动，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边大家都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满足你自己的所有喜好跟需求，所以我觉得在纽约生活你要把你自己摆在第一顺位，而且是真的得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不然你很容易会觉得环境的步调很快，然后感觉大家的生活都很精彩，那为什么你没有？我现在呢要去超市补货一下新鲜蔬菜，因为这几天其实还在期中考，然后我觉得我下礼拜应该会蛮忙，没有时间去上超市的。出门去找个地方准备我的期中考跟工作，然后因为我太晚吃早餐了，所以我现在真的超不饿的，但我又觉得需要吃点东西，所以我就只弄了泡菜炒高丽菜跟热的鸡汤，就没有什么淀粉的食物。我现在来跟大家开箱我在 Amazon 上面买的一个包裹，然后这是我的万圣节装扮道具集。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 Halloween party， 然后我今年想要打扮成吸血鬼，所以我买了一个他的那个獠牙。今年想要走拍照好看的路线，因为往年我都是走那种搞笑路线这样子。然后它打开呢就是这样子，它有三个尺寸的牙齿，哎，还蛮精致的，是这种。很像那种戒指的盒子，就是有这样子的牙齿，同时间它还有附一个这个东西，里面是一粒一粒的，然后好像是泡水，然后粘在牙齿上，它就可以变成有点类似胶水这样子。然后现在此时此刻呢，刚好是我台湾公司的万圣节 party。 对，如果有看我以前影片的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公司是外商嘛，然后产品又都在美国上架，所以我们就很注重这种美国很经典的节日，万圣节、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我刚刚去看我同事的动态，就是你看大家今年都非常认真的在打扮，大家真的是很卯足全力那种，我没有在开玩笑。我去年在我们公司过万圣节的时候也觉得，哇，天哪，原来万圣节要过起来的话应该是要过成这种样子的。那我自己呢，其实觉得刚来美国最寂寞的时候是刚到这边的大概
第一个月，还在适应新环境、时差，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认识太多朋友，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重心都还是放在工作上面。但你也知道，就是我是隔着半个地球12个小时跟大家一起工作，觉得看到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就会觉得有点落寞。但就像我之前那个影片讲的，这就是人生的某一个选择。直到后来开学刚开始，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在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就是你可能会跟很多人聊天讲话交换手机号码，但是其实你们最后也不会真的出去，萍水相逢就见这么一次而已。但我觉得这就是出国必经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不觉得你一定要跳过它，因为其实你很难跳过，除非你真的在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已经认识很多人了。但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已经改变了非常多，我在这边有很多新朋友，而且大家是已经出去好几次啊，会约出去玩，出去吃饭。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其实同一个时间线上面世界各地都有好玩的事情，所以在你在的那个地区时区也一定有。所以我就还蛮常提醒自己，我现在人已经在纽约了，所以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找出我在纽约可以快乐享受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一科超级难的，就是作业很难，考试也很难，所以我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来提前准备它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在一间咖啡厅里面，之前就是比较花草风格，然后是一个网友推荐我的，就我跟这个网友已经聊天聊非常久了，然后刚好有一个点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那天我跟这个网友就是在聊一些怎么做时间管理啊，然后在纽约的生活诸如此类的事情，然后他最后就有说一段话，就他就说It's really a matter of your tolerance at this in your social media content. You seem happy.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我可以同时做这么多事情，代表可能我在抗压性啊、耐力上面都有一定的程度。有这么多事情的情况下，至少我在社群媒体上面看起来是挺快乐的这样。但我得坦白说，就是我在社群媒体上面基本上只会分享我觉得快乐的事情，那我自己其实也不是那种会把负面情绪摆到社群上。基本上在这边遇到挫折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不顺利啊，我昨天晚上工作上就还蛮不顺利的，我就是会选择可能去睡觉，然后起床再来想办法解决。而且我觉得睡觉蛮有用的，我现在才发现，我以前都不觉得睡觉有用，但我现在觉得睡一觉醒来之后，你看待事情的方法真的会有变，可以就是去关注其他人在社群媒体上面的生活。但我可以很直白的跟大家讲，它可以是两个世界，就连我自己也是，我在 IG 上面或 YouTube 上面呈现的生活，其实跟我的现实生活还是有一点点落差的。我只是没有真的把那种很忙碌或者是很不知所措的一面放出来这样子。我现在呢误打误撞现在在一个大楼的大厅公共空间，反正我现在要来小工作一下。然后我其实等等的行程呢是我8点要去看一场百老汇，没有错，然后是我在纽约的第二场 Broadway。 然后这个 Broadway 的主题还蛮特别的，它叫做 K-POP， 所以顾名思义它就在讲韩国流行音乐。然后身为一个 K-POP 的死忠粉呢，我怎么会错过这么有趣主题的 Broadway？ 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 FX 的 Luna， 一个是 UKIS 的 Kevin 饰演的，反正就是我当初在开始听 K-POP 的时候蛮红的一些 idol，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转往像这种舞台剧 Broadway 发展这样子。而且因为 NYU 的学生有超级折扣，反正我今天晚上看这样子要28块美金，平常大概都要100多块，反正就是超便宜。
今晚要看就是这个 K-pop。 好，嗨大家，我现在已经过来百老汇这边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以为百老汇就是一个大剧院。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以为是这样，但其实百老汇它就是一整个街区，所有的百老汇它都有自己的剧场，因为他们的布景啊、舞台或者是道具都很复杂，所以一个秀就是在一个剧院里面。那大家自己在买票的时候就要注意说，那你的剧院到底在哪个位置，因为这个街区其实蛮大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地铁站一出来就是了，但后来就发现不是，所以我就差一点点赶不上那个百老汇开演的时间。离舞台超级近的，嗨大家，我看完了，然后我现在心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激动。就是如果呢你是 K-pop 粉的话，拜托你来纽约绝对不要错过这个百老汇。大概国中时期追 K-pop 的时候很红的人，虽然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热门了，因为有新的团出现，但是他们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反正我刚看到后面就觉得整个感动到一个不行。好，我现在真的太激动了，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像 K-pop 这样的主题居然在百老汇也可以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舞台。哦，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刚刚前面超好笑，就我入场的时候不知道是我票券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反正我的电子票券就一直失效，所以我本来是没有办法入场的。结果到最后一刻，表演前大概五分钟，那个售票人说刚好有人退票，因为我还是有出示我有买票的证明，所以他就还是让我进去了。后来他安排给我新的那个位置超好，就是在舞台正前方。反正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一天。那以上就是我在纽约的一天啦，没想到结尾是这么的激动。远在异地，我觉得学习怎么一个人相处以及学习怎么去处理负面情绪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论你有没有出国，你人生阶段都不太可能必要的事情。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大家记得就是追踪我的 IG 看我更多的纽约分享，然后订阅频道，因为每周三晚上六点都会有新影片。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大家拜拜。